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我们农村呀，有句俗语，人贪三样，一身白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。大娘，你没事啊？坐在这玩的？嗯，坐在玩的。吃饭了吧？那个还没有嘞，晚上中午饭还没吃嘞。大娘，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我年68。68了。嗯。几个孩子？三个。几个儿？几个闺女？一个儿，两个闺女。一个儿，俩闺女。真好，有福。有福，有福。大娘，人说了有一句，就是说的什么“人贪三样，一生白忙”。你知道这人生当中，这一生当中贪哪三样？你知道吧？贪色，贪酒，贪妻。哦，这三样。嗯。哦，这个你家的老年人，你让过来了是吧？有经验是吧？嗯。都过了一大半了是吧？这经历的也多。这哪里贪妻是怎么回事？贪妻就是一生白忙是吧？哪里生气呗？啊，就是你会儿给喝酒给尿，你不给你生气啊？哦。啊，你今儿你胡吃八道的，你分事儿，你贪哪的？哦，分事儿。你不跟你生气，你不跟你生气啊？哦，跟你生气那样是吧？嗯。对身体也不好。那原是吧？是。过得也不出汗。是。你一个生气，这是心里不畅快。对，心里不畅快。嗯。还有就是贪酒，你大娘你说的贪酒是喝酒的哪的呢？就是每个八门就是喝多了，喝多他就没再不有骂街的，再不是有找事儿的。对对对，哎呦，红星八道的什么都有，这个酒了不得，装疯装逼的。大娘，你说还有就是那个贪色的是吧？嗯。哪的呢？哪的也多。嗯，什么也不少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知道吧？哪里也不精神哈。元首最不精神了，嗯、没有自来，为了心也平平活活。对对。自来自去的，别贪人家的，别怎么着，自己抓来的挣来的。哦。哪里舒坦？舒坦。办吃好吃闹。是是是。畅快。心态的摆正好。啊，对，你心态好。对。大娘说的真有道理，有道理吧？嗯，他这三样就是意思一生白忙活了，就是，是吧？哪完手，平平活活就是福。通过和大娘的聊天呢，大娘说了，哪三样呢？大娘说的是，贪气、贪色和贪酒这三样，大家呢不能学习这三样，要往好的方向去学习。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